土地是块生命，用心对待乃是永续之道。因为懂得和大自然共生共存，借着农村再生，并且注入新的创意发想，诞生了具新活力的农村景象与发展。希望也将这一份从农村体会到的幸福，可以传递给更多人，一起友善农村。我是苗栗县县长徐耀昌，打造幸福新农村，幸福苗栗，友善农村。